王思聪又换女友了。前些日子有人说王思聪被限制消费了，被限制消费的原因当然咱不知道，有可能是欠钱了，当然也没有具体的消息。被限制消费之后，有人说他一定会很消停，就不再要出来招花引蝶了。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王思聪最近又出来了，这次他的女朋友叫田畴，就是著名的网红啊。对于网红呢，王思聪自然是非常喜欢，这是他喜欢一贯的喜欢风格，从来不与正经的明星打交道，专门喜欢网红，这也是王校长的喜好啊。这个田畴啊，之前在视频里头全是性感加妖艳那种风格，但是王思聪不喜欢这种风格，于是他们俩一块出去被街拍到的时候，看到田畴的打扮全都是小清新了，看来真是投其所好，王校长喜欢什么人就照着什么打扮，抛弃了之前所有的风格，这也是投其所好啊。还有好多照片拍出来啊，王思聪跟这个田畴啊真是很甜蜜，田畴在前边打电话，王思聪在后边拎包，然后呢还有看到王思聪给田畴喂甜点的这个给他喂冰激凌这个视频，哎呀看到之后确实觉得是不是有点王思聪真正喜欢这个人。还有就是看到王思聪在一个照片里头直接把腿弹到那个田畴的肚子上，在那玩手机啊，就这些画面可以看出来王思聪对这个田畴啊真是别有一番用心，不知道他这个女朋友能够坚持几个月呢。当然也有人说了，为什么罗志祥那么多女友就被骂，然而王思聪那么多女友不被骂，这是为什么呢？各位您说一说吧。